好，我们大家一起来看一看这首黄家驹演唱的《海阔天空》的乐曲。第一个音，我们要弹的有点振聋发聩的感觉。现在旋律一开始且不可弹得太慷慨激昂，因为这首曲子很长，后边它是一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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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推上去的啊，到最后又收下来。一开始控制一下，你后来可以有很大的这个展现空间。旋律进来，就是你弹的不响，但是不影响你内心的豪迈感。这样一听，这个曲子的内容就出来了，我们就感觉你在表达，你是有东西的表达，会给听众传递一种你内心对这个作品的理解啊。通过你的表达，强弱对比，在进行当中，把这个曲子风格、这个豪迈感和你内心的豪迈感给它体现出来，这样大家听了会觉得特别好听。